网上买的酒精到货了。嗯，今天因为要去那个超市，对吧？买东西回来都要消毒的。现在因为马来西亚这里如果是出门的话，都是一人一车了。嗯，而且只能是10公里以内，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嗯，好了，老公，明天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啊。什么锻炼？明天只有一家之主才能出去的，好吧？哇，厉害吧？那味道，酒精味道很浓。嗯，但是能够杀菌。手推车上面你都喷一喷。对对对，我就随身带着。再弄一瓶那个。你再配一瓶消毒片。嗯。回去装点水吧。哦，先装点水吧。嗯，我刚刚算过了，正好一瓶放两片消毒片。现在那个网上也有蛮多那种团购啊，或者说是群的，可以买那些蔬菜生鲜之类的。不过我还是比较习惯一次性到超市里边把所有的日用品和食品都买齐，反正现在这段时间对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了。嗯，只要可以正常生活就可以了。等到疫情结束了以后嘛，想怎么样吃就可以，到时候再大吃大喝。哎，就是呀。你大概要摇一摇。准备工作做好嘛，明朝好去超市买牛肉回来，对吧？嗯，是啊。现在不但是一家之主了，我看侬这发音，马上要变成艺术家了。哦，艺术家好。我年纪轻的辰光没留过长头发，趁搿趟机会。来干嘛？来，这样就更香了。哇。嗯。去哪趟？忍一下了啊，子豪。阿拉搿是防护服。帽子也戴起来。哎，很好的。等一下你到后里的你就给拿啊、哦、手套，我网友不是刚拿一个大手套。嗯，对，一个洗手液还是手套更加安全啊。嗯，但是大概估计没火，一泡我是小，你秀起来洗的可以、嗯、要涂点爽身粉，戴手套，小朋友的。哎呦，我们是比较胆子小的啊。你这样开车有问题吗？没问题。网友说我们的口罩薄，我们就戴两层吧。哇，今天不得了，你那层出去再戴吧。我打好了啊，不是扔在那的也是污染的，那不是打了吗？老娘哈，两层。都不懂啊。我懵了。老妈想想已经觉得懵了。哎，那都是小命要紧。小命要紧。哦，对对，还有这张，来。什么？哦，清单，清单，清单啊，购物清单。不得了。等那个安全多了，反正速战速回。我大手套来，侬帮我清洗面膜。我来吧。速战速回。好。购物愉快啊！能够不用现金的话，侬就拉拉卡吧，还是拉卡比较安全啊。好。弄不好，阿拉我俩培养一个家政达人了。来啦！因为本事大哦，拿噶许多。侬吞呀！哦，我去拿药水啊。来，老娘那个酒精拿过来吧。来，我准备面对。因为手套也破脱了。没停啊，来，来，老娘侬也戴副手套吧。那关键底上喷一喷。嗯。发许多么子？这个来拿，侪是男。是吧？嗯。人多嘛，超市里头。要排队的，发许多辰光，大概侪是排队的了该。伊不帮侬控制人流。哦。不帮侬流动。也好啊，安全嘛。这个是什么？鸡肉。这个是米。嗯。啊，鸡蛋现在限购了，一人一盒。哦。一人一盒，他怕你们抢购。嗯。可以，老妈来拿一下。这个大家吃。大家都有吃。哎，那你怎么办？你要么把衣服脱掉再进来啊。对。哎呦，搿要一个，搿要当母三个嘞。没事。直接去打工。哎，你不要管了，你先去洗澡吧。我是赌博家洗澡嘛，是啊。你怎么把那个出来？我晓得呀。他一吃啊，哎呦，有几个包很重。里头外头侪要喷喷。喷啥么子？氯，含氯的药片。他们说这次新冠肺炎的话，也不是所有的消毒片都有用的，酒精和氯肯定是有用的。我放到阳台上去晒一晒啊。要买的都买到了吧？基本上吧。紧看一下吧啊。嗯。这个就外包装不要了。那你看。嗯，给我了吧，我来拿。嗯。
哟，蛮假的，还会得自家改番茄呢。啊，我上铺侬还买了那青的买回来了。这我晓得，我跟侬哪混了这么久了，我这个小弟还是懂的。好了啊，等到疫情结束了以后，弄不好以后这个任务也可以直接交给你，我就不用去了。更能去了，你们购物是一种乐趣，我知道的。今天都是一家之主出去买东西的，因为现在是一人一车嘛，照着圣旨去买，有的嘛就拿手机看图买东西。那你是现在蛮强，蛮能做，高就我。哎呦，今老娘表扬我了，哎呦，跟我骨头亲了。等于出去辰光关照好了，你看一样，侪买得老好，侪买到家了。这趟争取吃一个三个地方。啊，这到三个地方你不是买了很多面粉吗？人家是吧？啊，我刚刚叫张海一直在研究 YouTube， 他的阿武器要帮了做新式的那个面食了。是的呀，他们说做什么芝麻饼啊，什么葱油饼啊，不是这牛肉饼。我要吃牛肉饼。那还有这个呢，牛肉呢？哦，可以。牛肉你也把它拆出来。我只不大火小炉一下。哦，是空掉了。好了，要进货了。要进货了。哎呀，用的时候就显小了呀，现在。是的。哦，还行，这个位置还可以，正好全部放掉。哎，来了，剪刀啊？不是剪刀，是女儿用那个锻炼的那个小的哑铃。我还以为你下去拿剪刀了嘞。剪刀没有，剪刀他还没发货。哎，侬搿只快递多少辰光到啊？4-5天。盼星星盼月亮盼剪刀，这个倒来了。哎呦，一整套上了嘛啊！我这个帮我寄啦，行啊，我都帮我寄得漂亮啊，好吧？哎，等会讲来巧起来嘞。老妈。已经说了又要15天管制令了。首相丹斯里穆尤丁今天宣布行管令再度延长2个星期，直到这个月28号，以免前功尽弃。你病不牢的，你就让他试一试吧。14天，不是十四。14天的。哎呦，暴露起来美美的啦。文具剪刀啊？真的，来，我马上想去，到现在没拿出来了。我们网上买的剪刀大概已经15天了，还没发货是吧？老妈是世界上最怕热的人了，从上个月开始就喊头发长了。看着这几天马来西亚的新闻说行动管制令要再次延长到月底，于是老公自告奋勇决定上手帮丈母娘剪一下。啊，老妈还是没有好看那个的。好看哦。剪好子了嘛？再捏捏好吧。再捏捏啊！那外甥女刚帮你染个红发。哟，搿岁数大了。啊，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你那个染发膏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哦，老妈，这个有点摩登了。哇！哎呦，我的乖！你好像一个性感女郎哎。老妈痛的吗？她勾不勾头发呀？那勾不勾？我老轻了。让我看看。凉快了吗？轻了一点。轻了一点，来转过来我看看。哎呦，马马虎虎，还可以啊，可以吗？老娘满意了不啦？能出去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出门。哎，一星星年就来盼了要出门哦。哎呦，这里地上都头发，你去吸一下。我抱歉。阿武器。叫外甥女帮侬捏只头发嘞，伊一直想帮侬捏只。哎，这个头发地方弄好吗？可惜了，弄了噶漂亮，只好等了我俩摆了欣赏。哎，那么胖的还往一条不到嘞。好，快点吸一下，吸一下。嗯。你挤下来没什么了。你头发没长。给他挤挤就风凉了。侬帮他外婆染这个颜色嘛，差不多。刚才那个太红了。不过我讲出来，老小孩弄不好是可以的。老小孩以后嘛，变成小牛仔了。也不行的，老小孩总归是老了呀。今天外甥女帮侬捏啊。哟，蛮像娘嘛，手套戴好。鬓角啊，前面白的厉害的方呢，哎，明显的先染好。
就这样，老公把老妈的头发剪短了，女儿又给外婆染了个黑发。所以虽然宅在家里，老妈倒是变得焕然一新了。原来是夸我，我刚反应过来。妈，从来没见过你，就当我体质那老好。美不美啊？哎呀，我美美的啦。你好，出门逛了哦，现在不能逛啊。不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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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